必做的捞汁小海鲜，耽误你一手货的时间就能消费。9.9元的螺丝半颗，叉子给它冷水下锅，料酒、葱姜、三件套安排一下。煮熟后给它放在冷水当中，加点冰块浸泡一下，能够使肉质更加的 Q 弹，就像你们点赞后弹出来的小星星。酸枣给它切成小片片，青红辣椒给它切成小圈圈，柠檬切成大圈圈，辣椒面、黑芝麻、青花椒，淋上一瓶翻滚的烈油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一瓶矿泉水，调味放点盐、生抽、海鲜酱油、陈醋、蚝油，盖抹一小条，所有切好的配料框进去，再挤上柠檬汁，搅拌均匀，将调好的汁水倒入海鲜上面，家里有冰箱的给它放在冷藏半小时，味道更爽。去吃起码要200多，在家里吃只要50多，而且味道还不比外面的差，你学会没有？